钢琴有黑白键，五线谱的上面的音符有黑白圈。我听唱歌，我也要黑白讲，黑的就表示不好，白的就表示优点。欢迎收看黄国仁音乐黑白讲。眼中开满蔷薇，一种孤独的美，一起完成我们甜蜜的原罪。黑蝙蝠的晨辉，而满月正下坠，心不要给谁迷恋着心怪，可是那么鲜美，最无知的人类。啊，这个穿娃真的是很呀，这个厉害啊！我三儿俺的是自动排档，交警车位过得敢抢，前进档超车档，红灯黄灯我就是闯，我速度一个大奔头，三儿超车我就是牛，双手撒把万名灯，嘿噼里啪啦去兜风。我来讲这个选手叫毒药，哇，他是个人气选手。首先，人气选手就是优点，因为他能够吸引大家喜欢。第二点是，我觉得他的长相甜美，但是个性帅气，他像男生也像女生，所以他是一男一女雌雄同体，又美又帅气，真的很少见。第三个是他唱歌充满了激情跟态度，他很敢冲。第四个是他突然转到一个自贡化的 rap， 我拖动我的女朋友，拉起了啤酒我喝两口，就呈现他可爱的一面，所以他又帅气又可爱又敢冲，很不矫情，很棒。毒药，你是万人迷，你让很多人都中毒。你是毒药，但你唱歌需要解药，你想知道吗？解药很简单，就是唱歌要能放也能收，只会冲的人一定会失误。你刚才唱歌从主歌接到副歌，那个 A 四个 A 有三个 A 都跑掉了。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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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，最后一句几乎荒腔走板。一些怪口音能不连谁？非常可惜，毒药，因为你是万人迷。你一走音，很多人都看到。超女不只是靠魅力，更要靠努力。毒药用得好，就让大家疯狂以毒攻毒；但用不好，可能要到命。